W0 啊，就有一件取出。我们先装备一下啊。他为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可以穿啊？哦天啊 ，Oh my god！哦，有有有，可以穿的，它会发光啊。没做戏什么没有，装备最多。我装备你们要先控管一下，像我刚才那样子。很好玩啊！哦，上一集我们讲了世界 BOSS 啊 ，BOSS 加个人 BOSS。这就是他的寻宝哦，装备寻宝。等一下，谁在讲话？谁在讲话？是我的错觉。挂五星啊！来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哦，这个有灵宠啊。那灵宠就是薯条和汉堡。那这是我们情缘山上签的大奖，我找一下哈。终于升级一下灵宠，我们现在灵宠还没下载完呢，可能有些资源吧。这个的话你们要自己去抽一次哦，遇到有太多类似的。我没下载完呢。哦，他现在出现这个，不会太慢了啊？我都已经玩多久了？惨了惨了，那我们就要介绍什么？啊，排行榜，排行榜，就去排行榜应该是不共鬼。来，排行榜战斗力第一名的玩家，还有他的装备哦。那最重要的是这一把武器。那目前第一名的玩家他已经三转了。我看一下装备是非常好的。排行榜等级战斗力第一名的玩家是这个叫清风的这个。那等级的部分的话是这个叫做黑虎帮的家伙，那你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今天最好的装备是这个，我这边应该是他的装备。好啦，那今天剑雨柔情就往这边。